咱们这堂课呢讲实现科学化。所谓科学呢，就是按规律办事情，研究事物内在的规律，然后呢共同尊重规律，制定出制度、规矩、方法、计划，然后按规则去运行管理学校。那么科学依法治校，我讲这么三段。第一段呢叫做建立计划系统，第二段呢建立监督检查系统，第三呢建立总结反馈系统。计划呀是使人家明白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达到什么目标，怎样做哪些事情，谁做哪些事情，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时间做哪些事情，叫做人人有事儿干，事儿事儿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监督检查系统呢是把这些规矩、制度、办法、程序落到实处，说了算，定了干，一不做二不休，不怕慢只怕站，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一以贯之，形成习惯。通过监督检查去落实。总结反馈系统呢是说咱们那些规矩、制度、办法、程序、计划不是常有理老正确，时间在流逝，空间在变化，情况境界在转移，那么这些条件变化了的时候，我们这些规矩制度，特别是小的规矩制度，世间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大道理是很难变化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年不用变，小道理小的问题，小计划小程序，小的规则就要经常及时的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时空条件和不同的人群。总结反馈系统呢就做这件事儿，这样三个系统，计划、监督、检查、总结反馈，计划、监督、检查、总结反馈，三个轮子一起转，管理就像进入了一个自动化的系统，三个轮子转起来，这个皮带轮就运转正常，那么一个学校呢就摆脱了人治的状态，进入法治的状态，依法治校。规矩不正确，规矩有毛病，规矩不符合大家的利益，咱们针对它修改它，不是跟哪一个校长有关，哪一个主任有关，哪一个人的利益有关，而是整体利益有关。那么针对规矩修改规矩，没有毛病，符合大家的利益，那么大家就遵守吧，于是这就叫科学治校，依法治校。那么规矩制度，我们定了哪些规矩制度呢？有三类制度。一，按时间范畴定的规矩制度，一日常规、一周常规、学期常规、学年常规。二，按空间范畴定的规矩制度，叫做每件事情和人联系起来，这件事儿教务处，教务处的复印机，谁去管理，复印机什么时间，这个人要在岗，要管到什么程度，那么后勤总务处，总务处后边小花园，小花园里
那几个亭子，亭子要管到什么程度，谁的责任，空间上让所有的事情，哦，事事有人做，人人都有事情做，空间上，哦，第三类计划呢，偶发事件制定程序，制定计划，提高功效，突然出一件事，来一项任务，事先没在规定的程序计划之中，我们也制定程序计划以提高功效，比如说按空时间范畴定的规矩制度，应该是小规矩服从大规矩，那么尽可能的让一日常规、一周常规、学期常规、学年常规和学校大的规矩制度不创降，小的制度是大的制度的细化和落实，所以我们学校工作计划，大的方面常年累月是不变的，每个部门的规矩制度基本是不变的，那么接下来每学期的规矩制度，也基本别翻覆，既然符合大家的利益，那么大的方面，大家利益能有大的变化？不可能，那么就尽可能不要改动。举个简单的例子，领导班子开会，开多了，危害大伙儿的利益。为什么呢？大家第一有自己的事情做，第二呢，有自己的责任部门，他们业余时间呢，又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会开多了会侵占大家的时间，那么太少了又不行，怎么定计划？每个学期两次总可以吧，我们商定，大家觉得两次可以，好了，那就定下来，一个学期我们学校啊领导班子会只开两次，一次学期初，安排这个学期的工作有哪些是上个学期没有落实到位的，重新落实一下，有哪些是上个学期分工不合理的，大部分是合理的，合理的已经到位了就不要再说，有时候就怕什么，开会的时候把陈年老账过去的事情又在得再说一遍，降低会议效率，增加会议成本，没用的话不要再说了，没必要讨论的问题不要再讨论了，那么这个学期新的任务有几项，各个部门分教务、政教、教改、后勤，分的合理不合理，合理这是第一次会散会，第二次会那就不用说了，期末的总结，同志们，一个学期过去了，咱们这个学期，学校的各项任务落得怎样，哪个部门成绩比较突出，教师考核之后，哪个年组、哪个学科组成绩比较突出，大家认为突出的原因是什么，哪个学科组落后了，落后分析它落后的原因在哪里，那么为下一次会下个学期领导班子会奠定基础，怎么纠正这个学科组的不足，就两次会，一个学期啊，我是11年半23个学期，算起来领导班子会开过46次，好了，包括中间呢，什么评职称啊，分房子啊，刚才说的评先进呢，领导班子一律不开会，全都制度化管理，制度不合理，研究制度，同志们要评职称了，大家商量职称应该怎样评，应该定什么样的职称评比制度，大家说教龄，
得算吧，嗯，工龄得考虑分数吧，嗯，那么原来的基础，啊，你是还没评级的教师，刚转正的教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哎，嗯，那个基础分儿，啊，一级干几年了，二级干几年了，折合多少分儿，应该算分儿吧，嗯，还有什么要算分儿啊？大家说，有的说，基础学历也要算分儿，后续学历算不算呢？嗯，大家商量，也应该一年算他0.1分儿，嗯，行吗？啊，有的时候不该算，那么该算的多还是少啊？嗯，大家认为愿意算的多，好了，还得算上分吧？啊，还有什么要算呢？大家说啊，科研成果，嗯，应该作为评职称的条件之一，折合一个权重系数，可以啊？还有什么啊？算来算去，突出的贡献，什么突出贡献？明显的后进生让人进步了，那就算。我说可以。还有什么呀？大家全都共同的提意见、提建议、定规矩、定措施。规矩、措施定完了，看看一共多少条，合理吗？还缺哪一条？不缺了。那么权重系数啊，他们之间搭配的哪个分数给多了，哪个给少了？有的说不行啊，教龄给的太多了啊，那教龄多了，新教师有突出成绩的就不上算呢，但老教师愿意给教龄啊，啊，教龄给的分大一点啊。好，再讨论一遍。那么教龄由过去一年一分变成0.9还是0.8呀？降下来，制度定了，找制度，嗯，每个人按自己的条件往制度里一套，套出多少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往那儿一排。你就知道了，什么时候你能评到高级教师，什么时候评到中级教师，哎，用不着讨人情，用不着看领导的脸色，向制度负责。所以我一再强调，依法制教学，依法制班级，依法治理学校，在法治面前或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规则之内人人自由，在规则之内你蹦啊跳啊唱啊，只要规则允许的你就乱来吧，怎么都行啊，因为你在规则之内，就像在舞台之上人人自由，使劲跳都可以，你跳台下去那就坏了，出规则了就不行了，规则之内人人自由，规则之上没有权威，如果规则之上校长出来了不行推翻，那还叫什么规则呀，那你这个校长当的那就越当越累了，为啥定了规矩都不算啊，都你自己算，于是大家当都不守规矩盯着一个人的时候，这学校就越管越累啊，当然特别有本事的校长也许有，有这个能力啊，什么都能知道，什么都能控制，什么都能明白，什么都能介入啊，但像咱这样一般的人就做不来了啊，所以规则之上不能出来权威啊，你觉得规则不合理，也只能把自己的意见想法传递给大家，问大家说我这个看法是否合适，不合适那你还得尊重大家的意见，规则之上不要权威，规则之外没有民主，有的说啊，现在提倡民主了啊，现在应该学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啊，老师应该张扬个性了啊，什么什么明明犯了错误啊，要规范管得严了也不行了，那叫开玩笑啊，规则之外如果出来民主的话，这个民主就像文化大革命那种民主了，那叫什么，那叫假民主，那叫乱民主啊，最后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每一个人啊，也是集体，也是整个国家，所以我说同志们啊，依法治办，
定了这些规则啊，大家就遵守吧。啊，一个学期两次领导班子会儿，我要想，同志们，啊，中途突然召开个会儿，你这就犯了规则了，啊，没有这个规则呀，你凭什么开这个会呀？这样就迫使我，啊，在规则之内运行自己的权利，减少会议，降低成本，啊，自己非常想说的话，那就个别的传递吧，个别的沟通吧，反正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权利啊，最高的权利都交给规则去了啊。你说领导凑在一块儿开会什么？就是研究面对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呢在制定什么，跟大家商量小的措施、小的改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权利，评职称我们没权利了，啊，什么分房子没权利了。评先进我们也没权利了，老师调转我们倒是有权利把大伙儿摁住不让走啊，但我们这种思想是什么呀？说大家提高素质，增长能力，有了本事，咱希望有机遇同志们改行啊，所以咱也绝不会用咱的权利硬压住一个人不让人家走啊。我相信我这种思想还是对头的。我说呀，你不为了一个单位的利益硬压制一个人的话，等于把人管活了，眼前好像你损失了一些，实际上等于什么呀，形成了一种机制，形成了一种观念，在咱这个集体干得好了以后，在集体出头也行啊，离开这个集体走得远了，领导高兴，同志们更为他祝贺，于是人们都眼睛向内，超越自我，提高素质。一位走了，另一位接上来，素质也不差，再走了，再接上来，干的也挺好。这样，小的损失换来了大的收益，人们看得远了，眼界宽了，干劲儿更足了，所以有些个事儿看起来领导没有权力了，实际上把权力交给大家之后啊，这集体运转更有力量啊。我们年计划、月计划、周计划，到什么时间谁去干什么事儿，那么你就不用问校长了啊，我为什么就把学校往那儿一扔，甚至很多时候不过问学校的事儿，一点都不用担心它会正常的运行，就是有这些规则和制度，学期常规、学年常规，一个星期的常规，一个月的常规，你像年常规，我们规定下来，每年，咱们什么旅游啊，每年联欢会啊，到这个时间就干这个事儿，不讨论。没商量啊，于是大家年年呢早早的就准备联欢会啊，怎么准备节日了啊，怎样我们这个集体表现得更好一些了啊，怎样自己啊表现得更好一些了啊，有了这些常规性的东西啊，大家不用揣摩领导的有什么意图啊他对我有什么看法啊，都不用想了啊。那么一日常规呢，过去我说过我们学校的事儿除了按国家规定的打铃之外一日常规，一保证在校时间，二尽可能别让大家干得太累上午老师们在岗3个半小时，下午呢2点上班，4点半回家，4点半以后陪着学生自习的就算是什么呀，就算是加班了。国家没实行5天半工作制的时候，我们学校早就5天半工作制，6小时。国家5天半了，我们就改为5天。后来国家5天工作制了，有的老师说：“校长啊，咱能不能研究研究，改成4天半呢？”我说：“咱们适应一段5天咱们运行时间不长嘛，适应一段，改了也未尝不可。”
但后来呢，没等我把这个改成四天半，我如果当校长，我肯定啊试验一下四天半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不是所有的老师四天半啊，大家轮流四天半啊，估计是可以的，啊，没等改我就被撤职了啊，我当局长那天呢，就给免去了公办学校校长的职务，嗯，所以我现在的校长就剩一个，民办学校的书生中学的校长干着了，啊，我喜欢把劳动时间降下来，嗯，然后尽可能的提高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为什么老师要想干得长久一些？你必须尽可能的学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干较多的事情，所以我当校长，很多事儿都是开会时间降下来，无效劳动降下来，工作时间降下来，一周五天，然后呢每天在岗，6小时，到后来我当局长也是这样，我要求，学校都要把无效劳动降下来，尽可能的降低时间成本，特别越是那个重点独立的重点高中啊，有时候老师们越累呀，我说下大力气啊，一定把老师的在校集体在校时间控制在6小时之内，我说是最好的高中带头，想法6小时，至于晚自习陪着学生自习的，那就是什么了，那就算加班了啊，有报酬了，而且自习不许讲课，我是盘锦市试验中学老师，规矩就是自习课老师把嘴闭上，总讲什么总讲，正式上课我是希望老师们只讲20分钟，剩下就学生自学，学生活动，学生自己确定学习目标了，你这一堂课总讲，学生哪有时间去反馈，哪有时间更多的练习啊，那么正式讲课不超过20分钟，那你平时自习再在那说那就不允许的啊，自习课把嘴闭上，如果愿陪学生那就坐在教室里，学生做学生的事，老师做老师的事啊，看书也好批改作业也好都可以啊，但绝不许讲课，现在您可以扛着摄像机到盘锦市高中晚上哪所高中都行，你看要看着一个讲课的在我们市高中看不着最好的高中看不着，后进的偶然有讲的举报保证批评的罚的这样减轻我这些规则，既让老师到位又在规则上减轻老师们的负担我们还有什么规则按空间我强调最多的是对后进学生的爱我们规定出来实验中学的老师必须和一位后进的学生组成互助组这是铁的规矩，从我当校长到现在20年了，我当局长以后要求盘锦市所有的老师都要和一位后进的学生组成互助组各位校长各位老师还是那句话引导老师们学会爱最后进的学生才是大爱，才是真爱最后进最淘气的学生你都跟他那么融洽那么爱，那么老师天天上班干什么来了？上班不就是来享受人生之爱了吗看最淘气最学习最差的都那么喜欢，那每个学生你不都喜欢起来了吗？看谁谁顺眼，不天天上班就是享受来了吗对立主要是和后进生对立
所以强制性的爱后进学生，每个学期必须用自己的钱给后进学生买礼物。我这是从我当校长啊，1986年，一你自己拿钱，二学校，1986年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发10块钱要给后进生买礼物，这是学校拿的钱发给每个老师，通过老师的手给大伙买。1986年10块钱相当于他月工资的10分之1吧大家查那个时候的工资表，一个老师是多钱呢？一个月100来块钱呢，100多点，多不多少？到了我当局长，我就从我们市局教育经费里，中小学教师啊，市值，人手发100块钱，因为老师工资涨了，那么给后进生、困难生买礼物的钱也得涨啊，涨到100元，我们是教育经费给他，就教会老师们，把这个钱领到通过自己的手交给这些最困难的学生，学会爱，买个本也行，买个笔记本也行，写上几句话，总是这样做，年年这样做。接下来要求互助组添一张单子，单子上写上教师姓名、学生姓名，学生对老师有哪些要求，老师对学生有什么希望帮助的过程方法，都要添在这个单子上。结尾两者都简单的写一写自己的感想，每个学期都要教一次定时的教。有一次我按照规矩没及时的交上去，政教主任找我，我说实在对不起，他说按规矩就得批评我说那你只好大会批评吧我也得承包一个最后进的学生，组成互助组，及时的交那个单子。按规矩我可能外出开会原因没交上那政教主任说这好意思批评，跟你解释一下开会就得了。我说不许解释该怎么批评怎么批评，大家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因为啥，这是规矩，这是规定这种办法不能说一定就转变了后进生但总是这样做，总是这样做您想那后进生那心也是肉长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学校老师和学生关系就融洽因为一个学校一个班级就那么几名后进生，你盯住最后进的跟他建立这种关系了，不由自主的感染了更多的人用规矩制度来限定老师们爱最后进的学生一日常规呢早晨起来我说迎接大家入校就像我带班的那个常规似的所以班级既然做得对各个班级都要这样做每堂课前盘锦市实验中学歌声一片，全都唱起来天天唱啊，数理化、政语外、史地生自习课，课前都要唱支歌这是我当校长以后要求的。我那时候没当校长，你没有这个权利但我们也感染其他班级1979年的时候，我们班级就天天唱歌。有的班想学，那时候我们音乐老师不够同时开音乐课。我们一个班同时派出多少19名教歌的学生到各个班去教唱新歌1979年的事儿我说一个集体你就得充满了精气神
天天高高兴兴地唱，高高兴兴地跳，高高兴兴地跑步，高高兴兴地做仰卧起坐俯卧撑，充满了活力，那么学习那点困难自然就容易克服了，所以全校全要唱起来啊！我当了教育局长以后，就是盘锦市都要唱起来，原来只是市直唱，现在县区也是歌声一片，天天唱，那么一日常规还要干什么？做操，踏步，走队列，天天走队列，要求不许让学生生活在吆喝声中。我们盘锦市实验中学做操的时候，体育老师不喊口令，不整队，干什么？课间十分钟全浸泡在乐曲声中，我当局长，我是要求，盘锦市城市的学校每天都不许打铃，课间十分钟全是用音乐来指挥，十分钟全浸泡在高雅音乐的乐曲声中，乐曲一变，音量一提高，大家就知道这是上课的声音提示，完了，做操的时候都不许打铃，体育老师不许喊口令，是吧？我说人为什么让他生活在吆喝声中让他跟音乐合拍儿，所以盘锦市实验中学20年以前都这样，一做操到课间休息十分钟，大家一听，哎呦，音乐的声音变了，一听这是集合曲儿，集合，看齐曲儿那不用说了，看齐，整队曲儿，整队，踏步曲儿，一听这是踏步曲儿，咵咵咵踏起来，挺胸抬头，大摆臂，高抬腿，摆臂什么位置抬腿脚跟离地面15公分。这都是规矩什么叫依法治校？依法治校就是依大规矩，年计划、月计划、日计划早计划、课堂计划，接下来间操计划、踏步计划都准确到位，按规矩去做事情那么自由的时间当然也有了你参加课外小组，你们就使劲往深去钻你们的事儿吧大家一听要踏步曲完了，干什么了？做操，做操这是全国一致了一听乐曲又变化了，什么韵律操，因为总做广播体操感到寂寞呀，除了做广播体操还要做学生喜闻乐见的韵律操一个学期要修改一次征求同学意见这操怎么编好大家怎么做起来舒服，符合这个年龄特点的学生的兴趣韵律操做完了，再一听又是整队曲这里都没有人说话一两千人、3000人，你到我们盘锦去看那个做操的队伍，都是按程序、按规矩做一件一件的事情，3000人夸夸夸夸对我走起来。有一次我到一所企业学校，校长就出来迎接了魏老师来了我说是请您看看我们间操我说下雨怎么看？别看了，下雨不要紧我们那个学生都出来了，你看，我说学生出来了你让他回去吧，教室了怎么办呢不要紧，这么点小雨非得，我说不行，赶快让大家回去。他就打手机他操场挺大呀一边打手机一边告诉我，魏老师打不通，实际他是打得通，硬说打不通这样就把我领到领操台上去了走上看台了，魏老师你看一看吧，我说开玩笑，下雨那咱看什么吧，孩子们教湿了怎么办赶快回魏老师不要紧，我们给您打伞，我说开咱傻了教育局长要疯了，那天兴这样自个儿打伞看孩子们淋雨做操魏老师这雨又不大这么点儿，我说你实在让我看着咱就一块儿看吧
哎，还非常好，下着下着那个零星小雨越来越小，对，不下了，孩子们，哇，做操，做完操以后他就开始休息，按照他们学校的规矩，四十多分钟大课间是什么？先做操，然后分散开来，踢毽子的、打球的、跳猴筋的啊，学生们游戏的全有，游戏完了，哗，再重新整队做韵律操，做完韵律操，哗，整队踏步，踏步之后，在操场咵咵咵咵走队列回教室，走队列回教室的时候，我一看，一列学生一回头回尘转，再往后走，我看远处一汪水呀，因为这个操场坑洼不平的，我前几年才给人家铺了水泥，搞了塑胶跑道，那时候是坑洼不平吗？我说这帮水坏了，孩子们这得绕过去啊，结果这帮学生怎么着啊，转个头去啊，咵咵咵笔直的两道线呢，就照着那个水坑里切去啊，走在水坑里一点不眨眼，咵咵咵咵走起来，溅起水花啊，一点都不摇摆，后续队伍咵咵一个一个跟过去，然后呢按笔直的角再切回来啊，原来呢这是他事先训练的啊，按规矩按制度训练的路线啊，你今天下雨，下雨越不例外啊，然后咵咵再走回来啊，后续的班级他分好几列队啊，有的必须走这个路线，走这个路线的没有一个偏过去，咵全那么踏步踏过去，然后我说，我才明白呀，我说你为什么非要让我看呢，闹了半天是显示自己训练有素啊，啊，贬义词是显示，褒义词不就是展示自己的素质吗？啊，如果他这个间操啊、队立啊弄得乱啪啪的话，他恨不得我快点走或者我晚点来呢，啊，他能让我看吗？啊，是非得拽着我看。在一次校长会上我就讲啊，我说九华中学啊，这些学生这么处理这汪水啊，弊端肯定有，也有毛病，站在不同的角度啊会指责说这个校长啊，这不是缺乏人性化管理吗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家说弊多还是利多啊，铁的规矩铁的路线就这么定的啊，有点小雨有点小水不怕，大家认为还是利大于弊呀，因为啥，顶多他就是湿了鞋湿了袜子湿了裤腿啊，啊，那这个年龄的孩子啊，做完操还有一节课回家了，一换就完事了，但他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啊，极强的团队精神啊，遵纪守法的习惯啊，说了算定了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啊，那种良好的品质，压倒困难的意志，是不是这样啊，毛病肯定有，好处要多于坏处啊，所以我说咱们一定要学会依法治班啊，法定了就不是给哪一个人，大家觉得有好处就这么做下去，以后觉得这个法不对劲了，咱们再重新修改它好吗啊，一日常规呀，一天一天走下来，一天一天跑下来，哎，学生习惯了啊，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啊，这个学校就越来越好管啊，我们一周常规，一日常规啊，学期学年常规，时间范畴定的，按空间范畴定的呢，就是主任的事儿主任管啊，副校长不要过多的干涉人家，你干涉多了，什么一个事情两个人负责的时候就有了什么推脱的理由了啊，打板子的时候都不好打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主任的，副校长可以不问啊，副校长的事儿我基本不问，除非大家反应强烈了，我看着明显错了才过问一下，是不是纠正一下，像这种事儿比较少啊，因为你规范多了的时候偶发事情就少了啊，一旦啊
各个层次的人做各个层次的事情了啊。你说这个校长啊，是不就大量的时间节省下来观察与思考？嗯，我说了，我说校长，老师能做的事主任不做，主任能做的事副校长不做，副校长能做的事我不做，使劲给人副校长下放权力，副校长能有意见吗？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很少有副校长不愿意要校长的权力的啊。你给人家权力，人家只能高兴，一般不会有意见，这是规律啊啊。越给人家权力，人家干得越起劲儿，咱越省时间，省下时间，哎，观察与思考变成智力型的活动，啊，这是空间上啊，层层负责，层层下放权力。那么第二个系统，监督检查系统。魏老师啊，你定的规矩那么细啊，课堂教学十条要求。一，由备课组长签字才能上课，备课部啊。我是主张要有备课部的，有时候学生可以不备课啊，你除非上的特别熟了，也要有个备课部，只不过没把它拿来啊。我到现在到外地上课，我还有个备课的教材呢，只不过我不拿在课堂上那么拿着啊，事先我都写了，也都要修改呢啊。但我不主张让老教师翻来覆去的总写备课部啊，老教师可以把老的备课部拿来继续用，有了新的思考，写到字缝里，写到白边上，写不下了，加个字条就可以啊，别让他翻来覆去的写，太累。青年教师，我也主张备课部不要写得太详细，太详细你就成了备课部的奴隶啊，花挺多的时间弄啊。但是，简单的教案必须有啊。第一条，备课部备课组长签字。第二条，啊，每堂课至少有优秀的、中等的、后进的学生三类不同的学习目标，千万不许讲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懂，开玩笑，啊，你说小学知识他能听不懂吗？啊，帮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的起点，领着人家一点一点的朝前走，没有时间下课的时候跟人规划一下。第三条，叫做每堂课至少有十名同学，如果是讲读课，不是复习课啊，不是练习课的话，那么老师不能一言堂啊，至少有十名同学发言，别少于十人次。第四条啊，是我们学校的规则呀，叫做学生动手练的时间啊，看一看，想一想，听一听，写一写，动手练的时间别少于十分钟，十人次，十分钟啊，包括学生上前边写板书也在十分钟之内啊。第五条，老师纯讲授时间别超过20分钟，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啊，这也作为学校的规矩制度定下来。规矩制度你不能全是大规矩啊啊，小到我说时间上啊，一年学期、一月、一周、一天、一堂课这些规矩。哦，第六条叫做处理学生偶发事件，上着上着课，那学生溜号了，他俩说话了，老师气不打一处来，越说话越多，越说气儿越大，越说离题越远，一下子20分钟政治课啊，老师情绪也糟糕了，课堂气氛也变化了，怎么办？校规校法规定出来，处理偶发事件不许超过20秒啊，有事儿有话，孩子咱是下课再说，这堂课到此为止啊，学会冷处理别热处理。第七件事儿，至少留三类不同的作业。我是一直允许学生自己留作业，魏老师留的作业你可以不写，
最优秀的学生和后进的学生都不用写我的作业，啊，那么至少留三类作业引导大家。第八件事，提倡学生做课堂教学总结，45分钟上完了，同学们认为这堂课上的成绩在哪里，毛病有几点，啊，让学生说一说，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啊，经常让学生评教，啊，评学的话，老师教育教学技术会越来越高，啊，这是我们课堂教学，啊，第八条要求，啊，第九条要求，啊，什么？课间10分钟，老师别离开学生，特别是客人教师，别教案一夹扬长而去，啊，很少与学生共同沟通。嗯，我强调，一个当老师的必须学会深入学生，深入学生的心灵，多跟学生沟通，啊，多谈谈心里话。学生活动呢，跟学生一起活动，啊，我们有的学校老师啊，啊，跟学生一块跑步，到什么程度啊？所有的老师啊，都跟学生跑步啊，啊，班主任跟着自己教室，班级后面，啊，客人老师排成两大长列，一跑6华里，天天这么跑。我说，如果这么活动，跟学生一块活动的话，师生关系怎么能不好啊？我书生中学，啊，常务副校长陶校长啊，嗯，我不在乎，全人家管理嘛。即使那样，天天跟学生一起跑步啊，啊，你说他跟学生老师关系能不亲近吗？天天这么活动，啊，课间10分钟，不活动了，那么客人老师也要学会这10分钟走进学生堆里去，谈谈心，聊聊天儿。啊，甚至可以拉拉家常，啊，商量商量咱们课怎么上更好，啊，怎么上能把无效劳动去掉，怎么上更符合大家的要求。10分钟。第十条，最后一条，校规校法课间，完了上完课，啊，在备课簿上写上这堂课成功在何处，啊，每一堂课要学会总结。实际上有很多优秀老师和一般老师区别在哪里，一般老师花的力气也不小啊，啊，就是不善于总结，明白？学校强制性的总结，备课簿开始，备课簿结束，10条规则要求写上。这堂课魏老师我没成功，全是教训了。我说全是教训，你也别写那么多，一旦多了能去同时纠正过来吗？写其中的一条，哪一条教训最深刻，写上它，啊，这样一堂课10条要求，有了这些规矩制度，有的说魏老师啊，你有时间检查吗？我说我不查。首先，规矩制度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为大家利益的，那么就应该什么？自检放在第一道关口。啊，我建议在座的校长们，您千万别把自己推到监督检查的第一道防线。您推到第一道防线，容易什么？全校师生看着您一个人啊，啊，您在的时候规矩了。啊，不在的时候，哇，校长不在家，咱们弄吧，啊，完了，啊，怎么办呢？把自己放在第五道防线，第一道关口叫良心关，第二道关口叫互检关，第三道关口叫责任人检察官，第四道关口叫集体舆论关。最后一道关口才是咱这个当校长的出面啊，说他连闯四关都没人能治了，哎，那就是咱的事儿了。其实到这儿哪还有事儿了啊？第一道关口自检关啊，各位老师，一个学期过去了啊，大家看一看自己
二十篇日记写得怎么样，写自检报告，看自己这个学期啊备课簿写得怎么样，写自检报告，这个学期啊帮助后进生怎么样，写出来，写一个自检报告。一般来说，如果没写够二十篇，他自检就能暴露出来了啊。那么没暴露出来，那么到第二道关口，互检关，老师们互相查一查啊，嗯，同一个组的互相查一查，看一看啊，互相鞭策。原因就是这件事儿是为了大家好啊，为了大家好，他没做是他什么了啊？他对不起自己，咱帮着他发现了，不是帮着他进步吗？啊，说互检这道关口又闯过来了，大伙儿都不好意思说，怎么办呢？第三道关口，责任人检察官呢？啊，学年组长检查，学科组长检查，教导主任检查啊，这不肯定又会发现吗？不会有那么马虎的啊！组长发现不了，学科组长还发现不了，教导主任还发现不了，一般不会有那样的事儿了。一件事情连闯一二三道关的是非常少，就算有，那么第四道关口，咱觉得这件事儿非常重要，怎么办？还以备课簿为例啊，当然还有别的事儿，也都是这种检查方式。同志们，请教务处安排一次备课簿展览啊。咱们今天星期三下午学生不到校，全校老师挨个的看相互之间的备课簿，其他学年组的备课簿各自有哪些长处和短处，用半天时间。您说一百个多个备课簿大会议室里一放，用半天时间，什么问题能看不出来呀？啊，所以谁还好意思连闯四关呢？集体舆论，还有时候集体舆论上间操，我说，哎，通知一下各班主任啊，上二楼平台，啊，体育老师这回就喊了啊，各班班主任请注意，请各班班主任以最快的速度到二楼大平台，嗯，干什么？看哪个班级学生做操最好，嗯，当你发现有一个班级做操有点不到位的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啊，这就是什么？集体舆论官呢？啊，二十四位班主任，哗，他能不以最快的速度上平台吗？啊，为什么？底下1500多学生都盯着呢，啊，一边做操一边看哪个班主任上得快，哪个不快。老师们看了班主任的动作啊，看了班主任有没有良好的习惯。接下来呢，二十四位班主任大平台上一看，看底下二十四个班级，你说哪个班学生做操他能不起劲儿啊？啊，所以这种互相检查、集体舆论的啊管理方式，还用你校长强调吗？这块得用力啊，那块得认真，大家动作得快。就这么一个好的啊机制，监督检查的机制啊，使得自然你这个集体啊节奏也快了，嗯，每个班级自律意识越来越强了。有一次啊，天特别冷，-28°C，学生没到校，眼看要放寒假了，期末考试结束了，嗯，老师们期末试卷都评完了，没到校，那个学生没到校。4:15，嗯，我们学校是几点下班呢？啊，4:30不回家吗？我一看表，4:15，还有15分钟下班，啊，我就说，有的老师会不在岗了吧？教务主任跟我说，不可能，啊，我说为什么？校长，咱们现在这个教师队伍行为习惯绝对好啊，不可能有不在岗的。我说那你通知啊，紧急，嗯，开紧急会议，
他抓起电话来通知啊，各年组各教研组注意啊，现在以最快的速度到学校钟楼，钟楼的四楼会议室开会啊，抓起电话，然后这不以最快的速度，大伙全都知道了吗？哗，快快跑来，4:25，十分钟的时间吧，哗，跑到钟楼，全都做好，不光老师们做好，后勤保管员啊，会计出纳啊，全都做好，游运员都做好，大伙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怎么这么冷的天紧急集合？一定有重要的事儿。我就上台了，我说同志们，没什么事儿。刚才呀，4:15，今天气温是-28°，入冬以来最冷的天儿。咱们的学生又没到校，眼看要放寒假了，期末考试结束了，评卷都完事儿了。按理说这么冷的天，我以为会有的同志还差15分钟不在岗，没想到同志们啊，组织纪律性这么强啊，行为习惯这么好啊，同志们互相看一看，大伙互相看一看，因为他坚持到这个时间呢，都希望大家知道希望给他一个肯定啊，干什么不满足大家的心理啊，看完以后相视而笑，领导也发现了，我说同志们集体表扬，散会儿。5分钟会议，大家想想看，这仅仅是5分钟会议的问题吗？这不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舆论呢？这么冷的天，大家能在这儿养成这么好的习惯，你想下一次27度的时候能有人走吗？所以集体监督官也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了这么4道关口，到我这儿就基本没事干，这是监督检查系统。最后呢，总结反馈系统，就是我说的，咱定的规矩制度不是常有理老正确呀，为什么我们关系大家利益最深的那个教师量化考核方案修改了多少修改过17次重印呢？17次重印，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是执行的第18次修改稿，原因就是每个学期，有时候是一个学年，老师的心态有点变化，有时候在执行过程中哪一条权重系数过大了哪一条老师接受不了了就像校长听课那条，人家不2分改成1分吗？后来变成学生评课，执行了一个学期又不行了吗？不行了之后，过了2个学期，大家提还应该恢复吗？那么咱们这些我举的很小的例子，实际也包括其他的具体的制度，都有这么一个及时的修改、补充、删除乃至重新加哪一条的过程。因为经常这样就保证了咱们的规矩制度既在大的方面正确的方向上不动摇，小的方面呢又常干常新，常改常新，充满了生命力。有了这3个系统，就保证了我们这个学校依法治校，规矩制度既有不动摇的一面，大的方面不动摇，小的方面呢又常干常新，常做常新，常改常符合大家的利益，自然就使得学校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学生呢在这所学校成长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正常的或者速度较快的发展。今天跟大家说的呢这样3部分，一部分呢是改变大家的观念乐观进取，自强不息。二呢是按照民主的观念管理学校，使每个老师成为集体的主人，不是为别人去工作，而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根本利益去工作、去学习，于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校的管理。最后呢，按照规矩制度依法治校，那么3块融为一体之后我们这个学校呢自然
一步一步的按照国家的规矩制度啊，越办越好，越办老百姓越满意啊。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谢谢大家。